我是陆子言。前几天啊，有一个小老乡给我发私信说想看《守望先锋》里面的玩具。《守望先锋》呢，其实我也没玩过，但是我快递里面呢，碰巧就有这么两件相关的玩具。就是赶得这么巧，粉丝想看什么，我这个小脑袋瓜一下子就接收到了信号，提前就买了。先来看第一个，还用一层纸给包起来了。死神的面具，货真价实，质感还很不错。在它的里面有绑带，还有内垫，这个尺寸我戴上刚刚好，里面的内垫可以抵着我的颧骨，还有我的大脑袋瓜。我从阴影中降临，你就说怕不怕？可惜我这个死神啊，还是个近视眼，需要戴个眼镜，要不然我看不清楚。哎，想不到死神也有那么老的一天，老花镜就这么戴上了。哎，壮士暮年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眼又掉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这箱子里面，死神的霰弹枪。要说在守望先锋里面最有钱的男人，我觉得非死神莫属。别人换子弹，那顶多也就换个弹夹，他倒好，打完直接就把枪扔了，随手就从身体里面再掏出两把，真是一个豪横的年轻人。而我手中的这一款 NERF 软弹枪，2019年的款，从造型上来看，真的和游戏里面是差不了多少。唯一呢，就是这个颜色上稍微有点差距，在游戏里面大多是以这个黑色为主，白色点缀，而在我们这里白色为主，黑色反倒成了点缀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，其他方面还是非常漂亮的。另外它这里呢还带了8个球弹，下面7个，上面还有一个。这里虽然有2个枪口，但是呢下面已经被堵死了，只有上面可以发射，所以它只能发射1颗子弹，和我们理解的那种霰弹枪啊完全不一样，这也是一方性能上面的差距。你要怎么打呢？后面一拉之后，这里的窗口就打开了，放入一颗软弹，这么劲爆呢，再来一颗，天哪，现在这种挑战枪啊，真的是射程很远，比那种树状的软弹真的是强太多了。可惜我们今天只有一把，正常的话左边一把，右边一把。我们再看看这里还有什么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原来是中文版的说明书。瞧它这个设计啊，我越发觉得这把枪有点那种水墨画的感觉啊，黑白搭，非常有中国风。这个说明书上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没有？搞错了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！原来人家这个啊，可以一次性装8发子弹，我以为只能装1发。拉开，1个，2个，3个，全部装进去了，这次又见世面了。拉一次打一枪，当你习惯了这个动作之后，速度马上就增快了。这8发真的是不耐打呀，马上就打完了。还好我准备的软弹多，他如果能多装点的话，就不喷枪了。我还发现这把枪还有一个扳机锁，推到这块的时候就没法打枪了，也算是一种保护机制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测评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哦。